第一次来，我理解。对，再麻烦学长了。不会，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。好险，你今天唱歌有学。哦，他都唱这一首。但是我会还好，你不要。玫瑰，玫瑰，烟火，爱你。好，爱，好。脚等下车上有状况，赶快叫一下。好。那学长，我们出发喽。我的妻子从小就是运动健将，不论是跑步或是游泳，从来不输我。那么年轻的我们本该一家三口健康快乐的待在一起，没想到这么低几率的病况会发生在我妻子身上。我在听到医生宣布小脑脑出血的当下，感到全世界崩塌的绝望，可以什么都不要，只希望老天爷可以把健康的妻子还给我。当下我从妻子的眼中看到无限的悲伤与恐惧，生怕着无法健康陪伴我们的宝贝小蛋塔成长。我知道我必须坚强，因为我是全家人最强大的靠山和后盾。今日终于出院啦，这次的手术成功，特别剪辑这部纪录片送给妻子，并且鼓励正在与病魔奋斗的人，未来还有许多回诊检查和复健等难关等着我们去挑战，也祝福荧幕前受到任何磨难和低潮的朋友一切能迎刃而解。